这里没有会谈，是木西鹤杀陆公的局。单处长刚才已经交代过了，任何人不能轻举妄动。等他们自相残杀以后，我们再守望。木西鹤为什么要杀我？你是翻新计划名单上的第12个人，你不该杀吗？木西鹤出卖了会谈。 真正的会谈地址改到了南郊湖心木屋，你还没解释我为什么在名单上？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个解释。我现在就要！现在没时间了，赶紧去救牧羊人。站住！没有人，别乱跑了，抓活的。 我是不会背叛陆枫的，你知道这不可能。你签了他，你就可以走了。我不签呢。随时执行死刑。